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 sound. 意大利著名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·波切利在米兰大教堂举行了近25分钟的波切利《希望之歌》演唱会，通过 YouTube 向全球直播，向全世界传达爱、治愈和希望的讯息，为被中共病毒感染的人们祈福。米兰大教堂空空荡荡，现场只有波切利及乐手等几人。不过，波切利的歌唱会在 YouTube 上创下了超过1000万的点击量。波切利在 YouTube 上写道：我相信大家一起祈祷的力量，我相信复活节，一个普世的重生的象征。记者刘海英综合报道。